在老公的手机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挖出了 JK， 还说哥哥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在老公的手机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挖出了不怕老婆，老婆什么卡？什么卡？在老公的背上挖呀挖呀挖，挖出一道一道红红的疤。练兵去。我那天去喝酒，管他老婆是什么，我看他像只猴，不刷牙也不漱口，啦啦啦啦啦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你妈妈还有你的女儿，如果要排名的话，你会怎么排？排什么名次？就是你人生中的排名，你会怎么排序？女儿、妈妈跟你啊？对，你会怎么排序？女儿、女儿、女儿。要不要问你一个问题？说。就像这样，你的头发好乱。就是如果你、我，然后你妈妈，然后跟你女儿，你会怎么排序？就是我，然后你妈妈，还有你的女儿，如果要排名的话，你会怎么排？排什么名次在干嘛？就是你人生中的排名，你会怎么排序？女儿、妈妈跟你啊？对，你会怎么排序？女儿、女儿、女儿。你的工地是多大？要几个对讲机？我就问，是108000里吗？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没有听过？108000里。是我想你的距离啊，不是我离开你的距离。